姑娘，咱们这么做，若是让将军知道，还是……你不说出去，谁会知道？这府上人人都知道，韩行哥哥因为老将军过世，最讨厌世子。谁让这个死结巴抢了我将军夫人的位置？那个，将军在忙，恕不见。我去，必须得解释清楚，若是被逐出府，恐怕又得被一家抓回去。不是说过不见，滚出去！对不起，你额头流血了，受伤了就去找贺行，一个结巴，难不成让本将军抱着你去？是，倒是个傻子，都不知道躲。想你那位小结巴呢？放心，只是皮外伤，我给他包扎了，过几日就会好。哼，杀父仇人的孩子还是个结巴，有什么好在乎的？不过是怕他死在了我府上，没办法和皇上交代罢了。原来只是，他们没法交代。